有写了，勾好了，好了，上车了，出发了，开启一天的旅程，快乐之旅，再喝一杯热热的咖啡。志先早就跟我讲，我把好的车子就留给大家了哈。好的，那么呢，我们车身颜色是绿色，草绿色的哦哈。那我们有时候大日子到的时候呢哈，车子会很多，人潮也会很多。那么呢哈，我希望我们在座贵宾呢哈，拜托我们第一先来认车子的颜色好不好啊？绿色哦哈，草绿色的，远远看哎，绿色的就先找绿色的好不好哈。KA1068 KA1068 了，一个人在那边等来等去的哦哈，时间都等掉了。我们今天一天的行程，所以说我们时间很宝贵哦哈，因为我们去到云林有点远啊，有点远了哈。我们在做贵宾呢哈，在车上呢尽量愉悦自己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来高歌一曲呀、我相信我们在座贵宾都很会唱歌。宝山双溪呢？我也是双溪。双溪哪里？哪一个地方？我算是山峰的啦。我的家。好，等一下哈。你在北边车的啊？怎么天场？对啊，我也有开电车。台湾的话，这个姐姐常常去跟我买。导游。加服务员，然后一路上会到咖啡或者是茶饮料之类的，还有发早餐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水了，好，来一瓶。导游唱的不错。Thank you.
啦。我吃饭了，又要吃了。那里是庙的，庙啊？是什么？你呀，嘿，弄个三千五吧，你是九姐的人，阿姨，这个庙好像很老嘞，老庙哈，对啊。哇，这个房顶哦，古色古香的。台湾的庙，这个香是不用花钱买的，是免费提供的。所以说你愿意烧香的话，你就自己去拿就好了。阿姨叫我去吃那个免费的庙里面免费的汤圆呢，我说好了，去看一下好了，我也不想吃啊，因为肚子没饿，啊，去看一下。对啊，汤圆呢，真的是汤圆，你还不要啊？免费给你吃，你还不要？好了，好，走，继续往前走。啊，这个很大哈。好，可能结婚的人就喜欢在这边来拍照，有可能、啊、看到没有，这都是新呢，对、啊、新型的，可能有人来这里拍照，对啊，教堂了，哦，教堂了，对对对，树教堂，就是结婚的人过来拍照的啊，拍个什么风车？那个小糖果。我这里这样。有灰吗？好，坐一下。哎，不错。阿姨，你再结一次婚好不好？你再结一次婚呢、啊、找一个小老头啊不要钢琴，这就是露天的教堂，哎，大家就坐在这里啊，哎，这个是这个讲台啊，那个好，你来主持婚礼，对，你站在那里，你就是要主持婚礼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，无论贫穷还是健康，好，都愿意。好 ，OK。阿姨啊，你不要进铁笼子，关一下哦。进去啊，铁笼子啊，哈哈，真的进去了。享受一下被关的小鸟的滋味。好了，出来了，放飞蓝天。好，你自由了，出来了，你自由了。好，好看，能走几步？哎，还可以耶，哈，长脚鞋。好了，哇，裙子真美。来，走一下。风景还是不错。哎呦，好可怕！坐着吧，坐下去。对啊，比较安全啊。这边比较美啊。
低，也不输关庙哦。哎，这边的凤梨也很甜，很好吃哦，哈。全部都要带齐哦哈！嗨，小姐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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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哦，还没有到，齐下车了，拜拜，谢谢你们，空位有齐的东西带到哦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感恩你们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还下一站了。